所以接下来我们会以加班夜游的方式去推荐这些地方，让大家更好的了解贵阳。我很爱贵阳，但是也不至于加班吧。但是我们只有两位成员需要去加班。哦，到目前为止第一位成员就已经产生了。谁呀？他就是周深。周深怎么产生的？谁的炸弹多吗？因为首先你是在贵阳长大的，其次你也是兄弟团的成员，像加班这种事情首当其冲吧。好苍白的解释，好苍白的解释啊。好苍白。很荣幸，很开心耶。除此之外，我们会产生一位跟周深一起去加班的人，但是怎么产生呢？就是大家看到身后的这个巨型保龄球，通过打保龄球的方式，成绩排名前三的成员是不需要加班的。哎，周深需要从其余成绩当中挑选一位跟你一起去加班。挑选一位，周老师，那就程程吧。挑选还没打呢，内定了，还没开始，内定了，内定了。你肯定进不了前三。成绩就行。六个。行，稳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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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求求了，十号，我不想加班了，爬了一天了，我真的累了。别告诉我是安慕希，我也疯了。安慕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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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安慕希。哎呦！哦，不错不错不错，我走走了啊，我开始了啊，贵阳，下期见。贵阳，下期见。绿绿的贵阳，爽爽的贵阳。我开始了啊，贵阳，下期见。贵阳，下期见。绿绿的贵阳，爽爽的贵阳，感受着你的气息。绿绿的贵阳，爽爽的贵阳，感受着你的气息。我不想加班了，一共就这么大缝，多一行一厘米都过不去，想打一个打不着都难。好啊，那结果也出来了。不是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啊！深深，请准备。周深呐。哎，你注意点儿，我腿还在跑道上呢。三、二、一，这已经基本上就再见了，我觉得这。行了，周深，哎呀，你还有自动巡航的功能呢。哎，对了，哎。这是20分吧？这个是5秒倒计时。他以为到完了，名牌被撕了，名牌完了，完了，周深 out。这。Yeah.
进攻，进攻的好难，你懂吗？你要把他撞下去，能？等会儿，我先能把这绳子拿过来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不敢。我也撞也不太好撞。谁先啊？你们？深深。但我该怎么撞呢？我觉得你啊，去那儿等于是以卵击石，你知道吗？尤其是像韩庚，你看都已经抠在这儿了，已经抠这儿了。深深，其实你轻，我们都可以给你助点力。其实，需要我们给你发个力吗？把我当扔石器是吗？就这样一下给你，就这样一下给你。干啥呢？干啥呢？干啥呢？哇塞！哇！干啥呢？哇！哎！天哪！干啥呢？一二三，走！三走！深深，抓住他！深深，把他抓下来！别放手！深深，别放手！深深，深深加油！他被留着了。深深不行，咱就回家。不行，再来。不行，再回来。深深，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，深深。全国人民都看见了，没关系，都看见了。哎呦我的妈！撞错了，来来来来来，来第一局，接机队得一分，神鸟队四分。里面最有攻击力的居然是我。还倒手呢，我对跳起来之后还往出倒了一下。等一等，耳听八方，第一组挑战，算的哇、哦！应该真有节目呀。可是你有可能一起来就中招了，真假的？我觉得周深应该能感觉到风，还有站起来的。有晃吗？这个时候完全听不见，已经靠近了一圈了。来了来了来了，你们再不动，我跟你说很危险。真假的？骗人的吧？等一下，我有点晕。好吓人啊！啊，好吓人啊！是谁？他不会是我咋把他的球打过去了吧？是你。哇！怎么了？三、二、一。有球吗？哇！哇，你还敢站？哇哇！胡彦斌睡着了。
哇哦！哇哦！好实在呀、啊！哇，周深吗？周深就是有点轻敌了，周深站起来了。我一滴水都没有浪费，全造呢。全部，全部。第一要注意安全，你们要抱好这个柱子。当然，这都不用你提醒。第二就是开始吹哨之后，脚就不能落地了。你要通过控制重心来控制跷跷板的起降。那我就得这样，特别往前。你还下不去吗？啊啊啊啊！你得往后。陈晨压不下去，我都这么往前了都下不去，坐到最后，然后我往后，哎，脚落地了，但我这没法不落地啊。那不行，那你这我们很难判断你这个用没用力。你不行，你就盘腿坐在上面，盘腿坐在上面，你就这样的。你可以蹲在上面，你可以翘着二郎腿坐，或者你倒立，你在上面倒立也行。你们是不是好久没录了？话这么密呢？最近。第一组，晨哥和晨晨计时开始。哎哎，脚脚。哎，好。脚脚脚脚，哎。哇，他们好厉害呀、啊！好快，尝尝你是以不变应万变是吧？哦，就陈哥一个人动，你就是个配重呗。尝尝就没有动过，只有陈哥在动。这锻炼体能的，这锻炼的只有一个人啊，没得事。程程，你还在吗？你现在像个考拉一样。好累啊！晨哥汗流浃背的。反正就是累的只有晨哥一个人。还没到十五个吗？九个。你得往后，我往前你就下去了。小心小心，晨哥，你还得爬回来呢。哎，小心啊！这方啊，你也是，你爬啊！我就一个动作，你来回爬，我给你找一个那个什么平衡棍，你就这样咔咔咔咔咔咔咔。是不是走钢丝那个？你灵巧，他啪啪啪，啪啪啪。我在游。哦，背对着可以哦。哎，这个行，他这样，你看。哦，他这样往后移。对你背对着。这就很棒哎。特别好，好累啊！你动了吗？第一组锤哥晨晨用时1分28秒，不是，我的体重这么轻吗？现在，这样你得过去，这王导，哎呀，好了，对，你知道，梦中的你，我们怎么办？你就是你动我就趴那块不动不就得了？好了，你动吧。咱开始来开始吧。孟子义，你这什么战术？跟范丞丞一样吗？其实我感觉你们俩应该还挺好弄的吧。第四组，孟子义、周深挑战。哎呀！啊啊！哎呀！哎呦！啊！好累，得再起来一下。在我这发气球。
好累。太拼了，这个玩出蝶七的感觉了。Tom Cruise 周，哎呦，注意安全！哇塞，好猛啊！周深，这只是特别技而已。快上来，快上，快上！哎呀哈！哎呀，真灵活的。跳不动了，周深，你可以直接下班了。我觉得录完这趴你也差不多了。这样真的很累。气球。跳，跳不动了，好累。啊，我得了，我得了，嘿，一二三。好了，您往前走。啊，哎，好累，不要掉下去。哎呀妈呀，哎呀，快下，你可以的。啊，那边，嘿，啊，太累了，加油，还有四个了。这么多，下去。有一个，加油加油，注意一下。这边，老师，老师，拿了个棍儿是啥意思？再往那边，那边还有一个。孟子玉，不要放弃！叫你别放弃，不是叫你快落地。子玉好聪明，他下来又是周深了。周一个，周深加油！啊！那边，那边，那边。好累哦，你慢点。金哥还能站稳吗？这个好累。我能从哪组里选？周深、孟子义，总用时3分20秒。我们这么努力。我们俩这么努力。这么努力。